他俩在一起，对吧？它的大小足可比，那件就是其实还拍的价格不高啊，但是现在还没有超过那一件，所以大家不用那么的，就是矜持。这个是17克多啊，这件你看比三起万来，的比克底下价，那个大多三了。万的克价就是50万以上，现在才8万，1976，一口1万，本来感就是一谢。万吧。一口5000好像我刚是，才看见有人给你五千。说5000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啊，漆楠，特别是国产漆楠，就是这样的质地，要怎么样？清爽，要斑要斓，斑斓，要清爽，要润糯。是的，既然是油解漆楠，你就必须润糯；既然是糖解漆楠，你就必幺须六坚幺润。六1000，感谢。对，每一粒都可以单独的佩戴哦。7809应该是前两天来的，他一说每一粒都可以单独的佩戴，我觉得应该是，哦，有可能。每一现粒在都可才以几单独千的一去粒佩吧？戴，好没久了错。呢。感谢9889，感谢1616不加秒。因为真的有这个小的比着呢，小的都拍成那个价格了，对吧？就是大家可以去参考，我觉得可以忘掉，然后重新对对把对，价重新格忘掉，重新再给记我忆啊。拍那么低，再参考那个这个。17.7克，反正这样一串奇楠呢，你请回去，一不会被别人打枪，二不会有任何的话说啊，就是质地有声，而且是这么味顶道好，级，对，所以他还为什么讲一直都在强调，如果你拍我糖解请奇到这楠，儿过你一来定的要吗？懂啊，知拍油道。解奇楠你就闭着眼拍。没啥问题，咱们每一粒珠子都是这样我的，天呐，完感美。谢8182，感谢0976，感谢9889。哇，这个香真的太好因闻为这种奇楠呢，在任何地方，不管是在北方也好，南方也好，嗅显发，哪里都可以闻到味道。我走过去，香真的那么浓。你看看，这个金灿灿的，泛着这种，深灰啊，棕红。黄啊，据说这个就是太阳光的颜色。多美！而且特地做的苹果珠，我自己也喜欢。当然行，它苹果珠啊，就是因为它很贴手。另外呢，配东西也好，而且真的是像我说过无数遍的，是经得起时间的沉淀、历史时间的这个审美的啊，历感史的谢审美的。6712，感谢0976，感谢多啊。美啊！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么好的油脂，这么好的油脂，千万不要错过你喜欢的。感谢大家。看看它的结构多么的这个清也是级晰，别到很高的，也是到顶的级别，只对，是它这它个就是9分沉，但是级别已然很高。味道跟陈水的是一样的，没对，有什么区别的。对，它的味道是没啥可说的，很优秀啊，嗅显发。到哪里都能闻到味道，适合吹牛。闻我的西南，味儿好闻。对，这个随时都可以给大家去闻的。都是一流的啊！像这种结构懂香的朋友，一看就知道啊，一看就知道这种是，就是意味着什么，因为它的信息都在这里边。当然，我戴它是有点大的啊。好。再有这种很难得的啊。加油，6712！其实，甭管哪件都是顶级的，你能拿一件真的也很好。拿这串还是拿最后一圈拿了，加油，不会落了吧？哎呀，落了，啊！零恭九七喜六，0976，恭喜恭喜，哎呀，你捡到大漏了，才喝多少钱一克呀？17克，对呀，对呀，差不多1万。